界第一顶。超幸运，这次呢很幸运。怎么说很幸运呢？待会你们就知道。Kia ora, 你好，你好。Kia ora is a greeting of welcome. Kia ora is a 你好的意思。哦，你好，非常欢迎的意思。Kia ora, 我居然往前走。好，各位，这是你的座位，这是一餐，我们的商务餐。商务餐，坐一下。谢谢。你们用餐之后，我们弄平你的座位，然后弄平一个很好很好睡的床。哦，它可以变成床。是，你要吃完药，对，你要跟我讲一下，我帮你铺床。好的。如果坐的话也可以，对不对？坐的话可以，还可以倒下来。哎，然后这么大型的荧幕，对，一个接触性的荧幕，而且有遥控。哦，也就正在这边，这边也有。哦，这边也有。嗯。你看，都是坐着，我都可以。这样子，我们这边的空间其实很舒适，因为就是一个个人的小型空间，有一种个人 VIP 式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电视这边，哇，它就是要触控式的。然后你这样躺着的时候呢，它可以按这个，它就可以出来了，对不对？你就可以这样看，然后它一袋东西，这一袋是什么？就是你所需要的牙刷、袜子，还有一些笔，就是盥洗用品都在这边。位于南半球的纽西兰，被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称作 Aotearoa， 代表了长白云之乡的意思。让阿法武还没有踏上纽西兰的土地，就已经对那里的美景充满了幻想。更因为他最近呢，成为咱们乡亲心目中的热门旅游景点，让当地航空公司也即将重新开启台北直飞纽西兰的航线。鸡肉来了，谢谢。来，这是我们西式的烤鸡，是。下面是薯泥，还有蔬菜跟西式的沙沙酱。好，请问有？那我们要准备一些白酒给你看。哦，好啊，好啊，等一下哦，谢谢。有三个选择。其实呢，纽西兰的葡萄酒，现在非常有名，那口碑越来越好。那基本上是白色的肉要配白酒，白酒我们大概每次都要带三种。那我推荐鸡肉还是配这个，会配这个比较好，比较好。好啊，可以啊，谢谢。Inaugurate。选择一个比较带点甜味的，对，所以你看，其实三种的那个白酒的选择都不太一样，就先来喝喝看，究竟是如何？真的，它就是比较温顺，会比较甜。如果平常没有喝过酒的人来喝这个的话，其实还会蛮习惯，而且我觉得女生会喜欢，很香很甜。真的是很享受呢，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不但有美酒佳肴、完善的娱乐系统，还能利用触控萤幕跟不同座位区的朋友聊天，加上专人贴心的服务，飞再久也不会累。哇哈，我们抵达纽西兰了，超开心的，飞了十几个小时。应该会很累，对不对？但是呢，阿法我是第一次来到纽西兰，所以现在整个超级兴奋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那个纽西兰的北岛奥克兰，对不对？跟你们说，好山好水好精彩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要南岛。所以我们即将呢从北岛要飞去南岛，去享受一下纽西兰的美好，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先要办一下登机手续。你好，你好，中文的，讲中文，太好了，太好了。好，那现在我要做什么样的手续？那我先帮你办理登机。哦，好。对 ，OK。好，那我需要你的护照。哦，好的。这里。今天是要到那个基督城。对，没问题，来，请坐吧。OK， 好好好。这里提供的是个人式的服务。哦，对，就是可以坐下来。好漂亮哦。谢谢。那我再坐那边就好了。对 ，OK。好，那如果你需要充电的话，那个手机也可以放在上面充电。哦，好啊，谢谢谢谢。请坐吧。第一次
这种贵宾招待的感觉，有点害羞。而且你们近看这边的空间，它整个感觉是你知道未来感，对不对？整个很科技，好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哦，有一点点外星人的机器的感觉，很漂亮，而且很宽敞。因为他说这是个人的，所以你看这个个人的空间就很大。然后这边一直到这里，然后我们带我们很方便，机房型的位置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 VIP， 什么才是 VIP 啦？私人的空间，专人协助 check in， 只要安心的坐下来，不用五分钟，转机手续马上搞定，而且还有个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的休息，放松长途飞行的疲累。你们自己看，好多人哦，人超级多的，而且这贵宾室啊很赞。这边呢，如果你就是长途嘛，对不对？有一些就觉得身体痒痒的，那边还有淋浴间，你可以去洗澡。现在呢，十几个小时呢，一定要提起精神，好不好？先来一杯咖啡，好不好？Black Tea， 哇，好多种哦 ，Long Black、Latte、Cappuccino 都有，像那咖啡嘛。Single、Regular， 好，写阿宝，阿宝。哇，它下面还有写时间呢。6:57，还有五分钟。那趁这个时间呢，该是填饱肚子的时候了。我们去找东西吃，走。俗话说得好，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舒适而享受的飞行，肯定是一趟旅程最美好的开端。终于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来到了纽西兰南岛的第一大城——基督城。首先映入眼帘、最让人难忘的美景，莫过于正在盛开的樱花，搭配上蓝天白云。哇，我看人间仙境也不过是如此吧。不过，既然阿宝我是阿美族，此次来到纽西兰，有个地方肯定得先去拜访拜访。现在呢，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还蛮特别的，跟我有一点点相关。其实呢，我们来到就是毛利人的一个文化村，在很多的那个，不管是北起是台湾，南至纽西兰，然后东呢是到我们的那个复活节岛，南呢就是到我们那个东非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岛，这整块区域呢，其实都是南岛语系。今天呢，不知道算不算我自己来这边，然后认识我自己的同胞啦，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欢迎的仪式。好大只啊！世界第一顶，欢迎的仪式。虽然真正传统的毛利人村落在纽西兰已经不存在，不过透过这个文化村，大家还是可以体验到许多毛利人的文化，像是为人熟知的摸鼻子打招呼，是为了透过这样的动作分享彼此的气息；而捡起战士放在地上的树叶，则是代表接受双方和平友好。不过，最让阿法我好奇的当然是，毛利人跟我们阿美族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嘞？现在呢，我们就要看看究竟。来自台湾的我，阿美族的卢学瑞，跟我们这个纽西兰的毛利人，究竟是不是一家人，好不好？哎，如果那个毛利语的你好要怎么说 ？Kete pehia kwe. Kete pehia pehia kwe kwe. How are you? Tehe. 哇，很难呢。
KTP 黑鬼 Cowboy 好的，不太一样。我们的你好呢，就叫做 Nga Ai Ho。 And you're 1, 2, 3, 4, 5, 6, 7, 8, 9, 10. Yes, Tahi 在 Tahi Lua。 我们是堵塞，他们是 Lua。 Duru Wa Spat Rima Oh no Waru Pitu Paru Iwa Liwa Tako Buru。 其实有很多一样的耶。天哪，怎么会这样子？那耳朵呢？打铃吗？一模一样。打铃啊，打铃啊，打铃啊，耶，打铃啊。YouTube， 耶，米卡布。天哪，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弟弟几个的，太不可思议了啦！没想到相差108,000里的国度，竟然能找到语言相通的族群。只能说地球村的概念应该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吧。而且就连天性乐观、擅长歌舞的特点，毛利人也和我们阿美族没有什么两样呢。刚刚呢，后面越来越快，全部呢就挥空了好几次，一直溜溜。你这个唱歌我是很在行的，但是要边唱边跳还要边接球，一心三用真的是很要命呢。幸好这是属于毛利女性的游戏，我这个阿美勇士还是比较适合挑战毛利战士啦。So this game is called Maui and Matau. Okay, Maui being left and Matau being right. So can you all repeat up and say Maui? Maui. So Maui is left. Yep. Matau. And Matau is right. So the way you play this game, we hold our raka in one hand. Yep. Okay, then we'll get someone to say Maui or Matau. You've got to throw it to one direction, the direction that's called. Okay. Okay, so we'll go from Maui, which is left. Maui. Front. Hey! So you can use two hands, but it's even more challenging if you just use one hand. Okay, one hand. One hand. Oh, then you just don't. Maui! Woo! Hey! Now I'm going to go the other way. Matau. Okay, Matau. Matau! Hey! Matau! Yeah! Okay, so what I'm going to do now, I'm going to say Maui or Matau random. And make sure you catch the one coming towards you. Okay. Ma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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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i! Maui! Matau! Matau! Ma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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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au! Matau! Maui! Matau! Matau! Strong foot! And that's why Travis is the same thing. 这个游戏也太难了吧！怎么会玩这游戏呢？提心吊胆，就这样。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眼睛可以瞪这么大，因为他们专注力必须要很够，所以我刚刚忍不住用一直瞪大眼睛去看。不是天性乐观吗？怎么连玩个游戏都要那么紧张刺激？不但耳朵要听，眼睛要看，手还要接，又是一心三用。好吧，好吧，都说毛利人最早的祖先是来自阿美族，在这里我当然是不能绕轨，咱们就来个正式挑战，毛利。Maui, Ma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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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i, Matau, Ma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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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au, Matau, Maui, Matau, Matau.
知道了哈。我跟你讲啦，动太熟悉的时候哈，我真的会变成领导人了呢，这边。是不是？没有再丢人的好不好？我才不过学了十分钟，马上上手。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咱们对当地原住民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当然也要认识纽西兰这块好山好水的秘境宝地。据说，由于这里十分注重环境保育，也因此天然孕育出许多令人垂涎三尺的极品美食。其中，又以咱们接下来推荐的这两种，堪称纽西兰河流及海洋中的第一美味。大哥，你好，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在整理鱼竿，然后准备开始钓鱼。他就在这边钓吗？对的，对的，对的。为什么会特别选在这个地方钓鱼啊？下面呢是本莫尔湖。然后呢，这边的上游直接连着提卡坡湖，是。然后这条运河叫做奥豪运河，它是用来发电的。新西兰80%的电力供应是由水力发电来完成的，非常干净环保。嗯。然后另外的20%呢是这个太阳能发电。对，完全都是很环保的。是的，是的，非常环保，自然生态非常好。所以这边的鱼会很多吗？这边的鱼会很多，并且很大。因为这个水质非常好，完全的高山的冰川融水。哦，冰川融水，对，温度很低，温度非常低，温度很低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来碰碰看，究竟这个水温有多低哦。水温，来来来，哎呦，哦，很冰哎。它认真的是冰水，就是我们饮用的时候嘛，我们不是会有分冰、温、热，它的冰水差不多，这个应该有十度以下的水。是常年保持在十度以下。通常都是什么样的鱼最多？这边呢，有一般来讲呢，主要是三文鱼和这个鳟鱼。鳟鱼呢，一般有两种，彩虹鳟和褐鳟。是的，你没有听错。虽然这是一条人工建造用来发电的运河，但是纯净无污染的环境，加上高山雪水的低温环境，让你只要路边一停车，就能钓到鲑鱼，还有鳟鱼这种高价鱼种。这个是这边最流行的，是用来模拟这种，小鳟鱼的游动的。看到它们的就像是一条在游动的鱼哦，因为我们通常看到那个鱼啊，我们因为它的鳞片都会有那个金属的那个折射的感觉，所以它进到水中的时候呢，看它就会像这样子，就有那个反光。今天呢，我们就要挑战，这边是听说是最聪明的鱼种，对不对？对对对对对。褐鳟是来讲，它的这个智商比较高，它会试探你。哦、oh ，对，它会对你的耳进行试探，并且它会对你的耳做一些试探性的小的动作来看它的真伪，所以褐鳟是整个新西兰最难钓的淡水鱼。哦，等于是说褐鳟它聪明在就是敌不动我不动，我就来观察看看，你一动，我就跟着动，好不好？没错，要说到这种河鳟，可算是当地人心中的梦幻一品。除了要钓到它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之外，还有另一个特殊原因。哈哈，在这我先卖个关子，如果有机会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再来跟大家好好说明。只是我说两位大哥啊，都已经甩了不下百竿，不要说河鳟了，连一只鱼都没有上钩，这样是正常的吗？这一笼就多只哦。哇，大鱼！世界第一顶。来了，这个太厉害，超强。好大只呀！哦。来来来来来！天哪！有网子吗？
别一直卷，不要去卷了，不然慢慢弹。可是因为太松了，真的是神奇。你自己看，你钓到了多大只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一拿起来哦，你们就完全看不到我是谁了。一二三，哇！你们看，这么大只，放在我旁边哦，一样子，它都还是显得是大只的。你们自己看，多大？多大？哎，你不要走，你看。一个手掌，两个手掌，三个，四个，五个，六个，16个手掌大耶！这是我眼花吗？所以相信大家多少都有看过，但是有看过体型这么壮硕的野生鳟鱼吗？大小活像个6个月的婴儿，难不成这里钓到的鳟鱼都是这种 size 吗？好大只哦！对，所以这真的算大只了，对不对？很大了，很大了。对，很大了。对，大约大约得有10磅啊。这个10磅吗？10磅，差不多10磅。哇，很厉害，很厉害。褐尊嘛，还有整体偏褐色。偏褐色。对。中间你这样子金属面的时候，有带一点点紫红的感觉，对不对？阳光可以这样子，阳光照下来。有一点点非常漂亮的一张啊！我是快一块钩子快到上来了之后才勾到的吧？钓到了！你知道今天原本早就已经报警了，说啊天哪、啊，又没了，又要放弃，又要光顾了，因为我们真的在这边待超久了耶。结果正哥一接手，哇，马上大只的10几磅，这个真的很重哎。我是一只手是抬不起来的那种，这边全部都是那种雪山，难怪这边很适合鳟鱼、鲑鱼，因为水质是比较偏冷一点点的。中头奖啦，哈哈哈！不折不扣 king size 的河鳟，就连咱们的钓鱼专家韩哥也忍不住赞叹。看看河鳟这样的身形，加上高智商，也难怪会是纽西兰河中的霸主。就连我们3-4个人车轮战，也是花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成功引诱他上钩啊！你们看看，鳟鱼卵呢？这个鱼子，而且鱼子算很多，对不对？对，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这个鱼子算是很尊贵的，很好吃的，很好吃，而且可以天然生吃，生吃？对，生吃。我们拿出来之后呢，把它放到容器里，然后泡一点点酱油。那到多少啊？把它泡过它。大哥，为什么会说这个鳟鱼的鱼子会特别尊贵啊？哦，因为是这样，鳟鱼是在新西兰境内是不可以买到的，因为我们在新西兰的超市里头，包括鱼店买到的，全只能买到三文鱼啊，特别是褐鳟，是新西兰本土的原生的鱼种。哦，原生鱼种。是，新西兰政府对它呢是有一种保护的倾向的，然后所以呢，鳟鱼只可以钓，不可以买，买不到。市场上是不允许出售鳟鱼的，但是如果你钓到的话，你可以把它吃掉。鳟鱼只能是靠自己努力去。所以，那这个鱼子岂不是更难了？价值连城啊！价值连城、啊，是的，就是同类的三文鱼的鱼子，大概是50-60刀，100克左右。哦，三文鱼的就已经那就很贵了。最后台币是多少？1000多哎。天哪，所以我手上这个就已经值了1-2千块。是的呢，你可以尝尝。好哦，来试一下。看这边，它好像我好像在吃那个、鱼油的感觉。你这样子咬下去啊，它是爆浆的，可是那个爆浆之后，它不是那种会让人家害怕的那种稠的感觉，它就是水水的，可是。味道像是鱼油哎，
很新鲜，甜甜的。天哪！没错，河豚之所以是老饕心中的梦幻一品，除了非常难钓之外，另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不能买卖。所以如果你不会钓鱼，想在这里吃到河豚，可说是难上加难呢。哇，你插下去的时候它是很扎实的耶。哦，哦，我好像沾太多芥末了。哇，好痛啊。它的肉质是扎实的。很有口感，很有口感，跟我刚刚在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在刚拿起来的时候，我不是想说它摸起来的那个触感是软嫩的，可是你咬入口的时候，那个肉啊，它是扎实到就是你一咬下去啊，你的牙齿是卡在那个肉里面的。怎么会？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太像鱼肉哎，对，蛮像牛肉的，对 ，Q 弹的那个感觉蛮像牛肉的。有时候我们不是去日本也会吃那个。生吃那个牛肉，我觉得差不多的口感，都是扎实的。接下来这个，这就是煎过的了。来来来来 ，Cheers！ 哇，你们自己看看。刚刚我说它的那个皮很厚，就在这边。嗯？嗯？它变得比较软了。对，那个扎实的感觉不见了。对，然后它的皮真的好厚哦。可是通常有些皮很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也就油脂高，那就很害怕，对不对？可是它的皮不会，它皮其实是很 Q 的。你看，你看，我还可以这样子轻轻松松的把它扒开，就剩下它的鱼肉。相信大家都知道，纽西兰分为南北两岛，皆四面环海。海鲜种类之多，自然不在话下。只是说也奇怪呢，又是什么样的海鲜能独占鳌头，和河里的河豚号称河海双霸呢？大哥，我们今天出海是要去哪里啊？ And then we got some crayfish pots to left. 龙虾 ，Oh my god， 我的最爱。所以我们会出海很远的地方吗 ？Probably end up doing a few miles today, I'd imagine. Yeah, probably 10 or 12 miles by the time we do our circuit. Okay. Take us a couple of hours.Yeah, nice day. 就是我们出海也是不太远了、啊，就十二海里左右呢，就会一直沿那个，然后就像圆规一样这样绕绕绕。这些东西都好抓吗 ？Not all the time. still fishing. Oh my god. Sometimes. Oh my god. 这时候要出海，听到 sometimes 就有点心慌慌的，因为呢，之前呢也是去其他国家，然后出海的时候呢。哇，你知道那个等待总是最折磨人的，因为就是说，哦天哪，龙虾怎么不上来？是的，要说到纽西兰的龙虾，在南半球也是赫赫有名。虽然它跟澳洲南部捕获的品种相同，都是咱们台湾俗称的粗皮，但是由于这里更接近南极，海水温度也更低，所以据说这里的龙虾肉质更加富有弹性，在世界上可说是数一数二啊！龙虾你们是放置笼子在这边是不是？Yeah, so we put the pot down and put some old fish frames in it, and the crayfish come in through a hole, which you'll see soon, and they go through the hole, but they can't find their way back out. So then we pull them up, and hopefully there'll be some in there. And 笼子是放置多久？ Try to check them daily, but sometimes it could be in there for 3 or 4 days type thing. 现在准备要捞了。所以它的放置差不多，它其实是都一直放在这边，然后它就是每天会来看，然后会有多少这样子。哦，每天可能两三天这样看。我可以看看，对，我们可以看那个网子到底笼子到底有多大。应该是蛮大的，因为它的绳子是用这个，是用这种，像以前的那种铜筋绳，还看不出。我家是用机器这样子捞的。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哎！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他用手这样子，很就是一个小小的笼子这样子。由于海底地势的关系，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就会有龙虾出没。
当地人最常捕捞的方式就是在笼子里放置鱼肉当诱饵，让龙虾自投罗网。咱们今天的第一笼究竟运气会如何呢？你看看，这只超过我的手掌了，有没有？世界第一顶。小鱼，小鱼，有了，有了，有了吗？没有了。所以这个笼子放多久了？它的是飞的那一天哦，这样，所以人家就说分析一下就可以了。看到了，这个龙虾还有什么意思？所以龙虾的量其实不是很多，对不对？难道不够是不是 monster 的？有个，那是不完。它还有其他的笼子，还有其他笼子。渔民嘛，看天吃饭很正常啊，没有功夫就要偷笑了。不过倒是这三只长相看起来十分邪恶的鲨鱼，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啊，这是送的 coffee shot。Coffee shot。Yeah。They just basically live on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Bottom of the ocean 在海最下面。所以这个小鲨鱼它也是比较留着的。These aren't any good for eating. Oh, good for eating? No, they're not. Oh, not good for eating. I actually take them home and make a fertilizer out of them for the garden. Oh, for the garden? Yeah, to make the veggies grow. Oh, veggies. 它有点像当 it's like the fertilizer. Yeah, yeah. 有点像肥料在用在花园里面这样。Great boss, how you live here? 有，那么重啊！怎么会这么重？你们看，他们是在你看，居然是拿来做成肥料的。这边的其实有点像，还蛮粗糙的，很像磨砂纸的感觉。只是它的那个磨砂纸那个感觉不是比较圆滑一点点，然后它的侧边呢，这边就是那个皮又更皱，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吃那个老皮。那个叫什么老皮嫩肉的时候，那个老皮的感觉，你看看，很皱哎，然后摸起来呢又更粗糙。相对而言，这边是，哇，你可以知道这鲨鱼厉害了。这边，哦哟，很扎实呢。鲨鱼当肥料，还真是听都没听过呢。但是也显现当地人一切崇尚自然的做法。只是老天爷啊，我们是来捕龙虾，不是捉鲨鱼的呢。目前只有一只进账，而且尺寸还不知道合不合格，会不会有点太凄凉呢？第一个笼子有小收获，这龙虾应该也不算大哦，对不对？跟我一个手掌差不多大小。刚一开始第一笼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办啊？只有一只哎，我们那么多人还要分着吃啊？这个第二笼子哇，多了。但是他们就是笼子也不会带上岸，他们就是拉上来之后要放下去。You'll find the spot for the sun. Now you'll see them up there, and you'll count them. 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他们要等待？然后其实因为真的在船头那边。他们里面有一些，你知道可以，你知道雷达，你可以看到什么位置是放置是比较好的区块。然后等到比较好的放置区块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笼子给丢下去。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到的大小好像都是差不多，哎，差不多都是一个手掌大。哎呦，有啊有啊。
虽然这一笼的尺寸不算很大，但是数量上倒是不少，相信合格率肯定会大增。而且我说纽西兰人也太聪明了吧，笼子收获完马上就丢回去，除了节省时间，也省了家里放置笼子的空间，还能延长捕捞时间，简直是一举三得啊。收藏了，有没有？终于有一只超过我收藏大小的了。这一笼的好像一条啊。This one here, so we've got one layer of wee flaps here. And see how this one's got two, a lot more. The females have twice as much as the male ones. Normally, she's got two flaps there because she'll hide her eggs under there. 那这个差别大家看得出来吗？那它这边，它在这个肚子这边呢，就有类似那种。好，今天是苹果切片，很薄很薄很薄的。然后看看，然后这个比较多层次的呢，它就是母。渐入佳境啦，看看这第三笼龙虾的大小，完全超越前面的尺寸。不过目测归目测，还是得要用工具实际测量才行。就算差那么一咪咪，哪怕只是0.00001公分，都是不行的。现在呢，我们准备要量那个龙虾大小，可以看到，哎，这个手上的是。就是量的那个仪器吗？This is actually a power diving a power measurer, but we've just got marks on it. You can get by the proper ones, but we've just got it marked for the sizes. 要怎么样去量测量它？ And it's a bigger size, so it's a 60 millimeter, and it's from the two top ones there, yeah, the two biggest. 60 and you just millimeter.Basically, 6公分的概念。You can see it's only on the lower mat. So that's an undersized fish. Undersized by about that much. So we can't care. This one here, as you can see, only the one we flap. Yeah. And that's a smaller size. Yeah. And that measurement's right on it. So that's a legal, that's a takeable size crayfish.所以公跟母有差别啦，公就是要公是5.4公分嘛，然后母的是要6公分。好，现在我手上呢就拿起这一只，我们就可以量它的大小，好不好？这只呢，它就是母的，大家还记得怎么判断吗？因为看这边，它就是比较多片，所以它是母的。对，然后我们就母的呢，它就是6公分。哇，这个一看应该是没有6公分大，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其实差距还很多。它连公的5.4公分都不到，继续长大吧，再见。怎么办？会不会补上来的？没有一只是可以吃的。好的，命运的安排，我先找一只大的好了。哦，是公的，没有啊 ？Right？ Yeah， 公的，所以它的大小就是5.4公分，就是里面这边的刻度，好不好？各位观众，究竟会不会有一只？是可以我们捕捞的呢。量上面这个，这个好像，这个是可以的吗？呀，这个刚好在这个5.4的这个线这边，有没有看到？天尬的，哦，老天爷真的是很有眷顾我哎。接下来我们再找这只，这只应该也算是大只的了。哦，这是它。Oh, how thin! You're taking it. You're taking it. What are you doing? 这个好了，我们就继续让它享受好了。哦，这只是不是？这只也是，感觉好像有大啊，不大啊。哦，肥啊！应该看一下，这只呢是母的。哦，这个好多层哦，这是母的，它应该有超过6公分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6公分，这是刚好6公分，对不对？
just 6 millimeter? Yeah, no, that's all right. So this one can take it. That one's all right. Look how little over there. Oh my god! Happy day! Yeah! 开心了，有两只了。其他的看起来都不妙哎。还好还好，整桶龙虾测量下来还有两只合格，差点就给他做白工。而根据船长的情报显示，港口旁边就有一家当地最最最知名的餐厅，专门料理海鲜食材，只要交给他们，包君满意。Oh my god！ 世界第一顶，世界第一顶。Oh my god！ And that's what they call its own mustard. Oh my god! Go eat that, and then just put your mouth right over there and go. Really?Yes, go for it. 就像我们常讲的，我们就是想要当大家的眼耳心口鼻嘛，口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One, two, three. 哦，哇！哇！太感动了，天哪，咬下去的时候呢，你知道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然后你在咬下去的时候，哇，它是充满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种感觉，仿佛呢它就是我就是一只龙虾，哎，那个龙虾的味道完完整整的在里面这样子迸发出来。你们看这个肉很扎实，哎，扎实到你看完完整整我的那个嘴型都在这边，有没有这样啊？就在这里。喂，宝，我跟你讲，你现在那龙虾哦，超好吃哦，我受不了。And you? I'll just do more. Okay. Hello, where are you? 纽西兰真的是太让人嫉妒的地方了吧？美景美食在这里随处可见，就像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它就是从它的中间这样子剖一刀，哇！我在切的时候 ，Oh my God！ Yes, that 好多汁哦 ，Can't feel a thing， 超 juicy 的，Oh my God！Oh my God！ 各位观众朋友，我真的是再次跟你们说声抱歉，你们看看。它有多 Q 弹，它会仰卧起坐耶！你有看过会仰卧起坐的龙虾吗？那现在我就沾这个，这个是什么？ That's brown butter. Brown butter. Just dip it in a little bit. Little bit. Yeah. And see if you like. Don't put it on your clothes. 我要吃喽！你们看沾了那个 brown butter， 哇！那个光泽更加的不可思议耶！来来来，有些人呢，如果在吃那种很新鲜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很怕会有腥味，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这个酱，哇，它增加了整个龙虾的质感，它除了鲜甜以外呢，然后它还把那个味道呢变得更加的浓郁丰厚，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整个感觉呢不只是鲜甜，它是有饱和住的，会让这个味道变得比较温顺一点点哦。我再吃下去，可能四周围的人都会揍我了，我觉得摄影机会直接飞来，然后风会直接打下来。首次踏上纽西兰的土地，让阿巴我真正了解到，原来生活不用太复杂也可以很美好，只要不对大自然做过度的索讨，取其一所当取，这个世界自然会呈现给你它最最最最最美好的样貌，就像长白云之乡的纽西兰一样。相信我，如果人间有仙境，那么我肯定要投纽西兰一票。
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